鹿港天后宫门神彩绘呢，有它一个独特的时代意义啊，因为在鹿港众多寺庙的门神彩绘当中，鹿港天后宫的门神是所有鹿港众多寺庙在台湾光复以后的第一组的门神。彩绘的匠师呢，是我们鹿港当地的啊很有名的彩绘艺师，叫郭新林。除了门神，三川殿内两边的壁画是鹿港目前保存最久的壁画。龙边伯牙学琴是彩绘名家柯焕章的作品，意味活到老学到老，画面有声似无声。虎边是鹿港书画名家黄天素的作品。李铁拐握着葫芦，两只眼睛望着上方的蝙蝠，象征不在眼前。